現在即將直播第十一屆國際巡迴賽澳門站，填色、繪畫、書法、攝影、電腦平面設計、中英文寫作比賽，特別銘謝譚國偉校長、郭達華校長、呂錦強校長、鄧少雄校長及温志倫校長擔任我哋今日嘅比賽評審。佢哋唔計噶嘛，佢唔計咁，但係佢冇講到唔得噶嘛，佢冇講到。係啊，所以其實我只係講呢一個話題去做。係啊，我哋唔好再去審視佢。各位校長喺度做緊一啲評審嘅工作。